可是像是如果饭呢、啊？像如果饭啊那种的，因为像饭嘛，像就是典型后期神角，因为像饭那种后期灵活性高，然后又好操作，伤害又痛的那种就是后期角。还有就是攻击距离长的，攻击距离长的像是寇格摩，寇格摩后期也很强，卡特琳后期也很强，因为他们什么攻击距离长啊，那种攻击距离长的也是后期神角、啊，这样种都是后期神角、啊。就玩你玩啊。我劝你最好是尊重一点，我跟你讲，我快六了，你再这样戳我，我再六级就直接一套干过去你就死了。霸气，我都不会是bait的很好啊，因为我快六了，但他不知道啊，他没在数我的经验值啊。反正捡不到头啊，估计跑，估计全跑。Shit！ 哇，会死吗？漂亮，这波。完美配合，可以啊，这球女。哇，可惜，但没关系，不亏了。这瑞斯叔叔在戴眼镜上哎，这瑞斯叔叔戴眼镜上哎，漂亮！这个瑞斯叔叔，哎，好吃吧？预示者，过来靠一下，过来靠一下。啊！剑圣直接骑上去了，直接对着他狂砍，一阵猛劈，救他，救他，救他哦！他要死了，那靠背开始了。哇、哦，好猛的蜘蛛，这走位，不然是谁死啊？这蜘蛛这走位，他躲了大概有三招吧，但是他还是死了。撤了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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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再不撤要死。等人来，等人来，等人来。啊，其实给他那个冰鸟应该给他拉的，他给他拉的话就不会比较好一点。想一想，是怎样？这卡枪卡太精锐了吧？你们看那个墙吗？枪卡太精锐了吧？赚，而且我没有被塔打到，有人帮我扛塔，所以我没有被塔打。可惜没有双杀、啊，如果跳过去闪 Q 双杀就神帅，只有杀一个，撤了，哇，这冰鸟，这家伙，他一定是故意的，干，还打一个抱歉，这家伙他一定故意的，干他还打一个抱歉，我不相信你是不小心的，这我不信，太扯了。你跟我说不小心的，鬼才信呢、欸！尴尬，还是好，没事。还好我预示者啊，没预示者单挑这波就输了。
健身圣杯。如果不是刚好那个健身 Q 下来，让我再重新触发被动，不然刚才我高输了。买个活斗可以持续触发二大师的被动、啊、很多二大师会出活斗或海神符，其实有一部分原因是为了这个被动的关系啊，而不是说他真的多需要这件装备啊。小心点兄弟，完了闹赛。Nice， 漂亮，挑起，团灭，快溜了，这么晚会溜，我们歇一下，掉光光，算了，吃冰刀就算了、啊，先打个不吃冰溜啊。应该是不会死吧，没有辛德拉应该是不会死，大概吧，当我没说，还是死了，不没关系啊，不亏。哇靠！妈的，没被打过哎、欸，受不了。他们自以为自己很猛，吃我一套啦！没被敲过，还要出火斗吗？出火斗主要是为了推线啊，因为你不出火斗，推线太慢了，所以我基本上还是会出火斗啊。因为判定要消失了。你要不要抓一波钟啊？妈的，你们这样，因为要抓钟，会中吗？动，三秒钟啊，靠你们了，你们杀不到这样，我也真没办法了。漂亮，妙的跑线导致我们喷一塔，这其实蛮伤的。AD 放到上路去了，那个 AD 应该是打得赢，打瑞斯的 ，nice， 这把要赢真的要靠我的兵剑啦、啊，问题是我没打没 R 没 E 啊，没事，还有他们吃霸王去了。这个帅，nice， 收一个，不错不错，这波这样交换是赚的。你只要有慢慢换、慢慢拿到东西，都有机会。他死了，漂亮 ，nice， 这个勾。他没有水银，幻影之物而已。漂亮 ，nice， 这个搭配，这家伙膨胀了。其实不过我这个兵剑也是有点堵，我怕他闪现会躲过，只是还是让我插到了。GG ，nice， 会跳白金衣吗？好不好？现在是最关键的一刻啊，会不会跳白金衣？让我们看下去，白金一，白金一，有白金一吗？白金一，干！白忙一场，啊，没有跳白一，崩溃，
操你的嘞！算了，不过没关系啊，过波总是好的、啊。薪水报酬不低啊，有一万，只是队友太高啊，这个两万一也不知道怎样。一个赞吧，虽然没跳白金一，可惜了。但白二也是还行啊，隐藏分不够高啊，就输刚才那盘啊，操！我本来 OPG 显示我们已经赚5隐藏分了，结果就输刚才那盘啊，883。